回收两号，回收两号，人员就位，设备工作正常。南美飞船双向捕获。南美飞船双捕完成。 主返并往总部指引发出，关闭。北京明白。依次调姿开始。长城报告，第一次调姿开始。没有了，目前。长城报告，轨返分离。轨返分离。长城报告，第二次调姿开始。北京明白。轨道舱分离点三处发出。 二次调姿开始。长城报告，第二次调姿到位。二次调姿。跟踪飞船正常，遥控信号正常。10秒。 长城报告，推返分离。推返分离。回收一号雷达发现目标。神舟11号报告，已顺利返回。杜良感觉良好。